攻讀以撒以亞先知書。看啊，上主向大地四極宣布說，你們應向希翁女子說，看你的救主來了，看他的勝利品與他同在，他獲得的酬勞在他面前，人要稱他們為聖潔的民族，上主屬會的。你要被稱為被愛的，不被遺棄的聖。上主的話。感謝。